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为了要庆祝中华民国开国60年纪念，举办社会妇女研读国父遗教和总统训词的测验。花莲区的测验考场是设在花莲县委员会的礼堂，有84位妇女参加报名考试，其中有女性的公务员、教员，也有家庭的主妇，他们考试的时间是2个小时。这项测验是全省同时分区举行，分为选择题、填充题、问答题，考卷是由中央党部评分之后，然后由优胜的人分别发给奖品以及奖章。